今天我们姐弟就来一局快乐的七宝一啊！我是觉得这句话强的，笑话，我爹爹怕过谁呀？这才七出的都上来了呢！哎，没事，老姐，你打猪我打人，这是肯定人。你这剧本写挺好呀，学长。不过我们得找到人才行啊！找呀找呀找啾啾，找到一只小啾啾！哎，快来快来！哎呀，这鸟给的真是太好了！别急，我们来个双面夹击。干得漂亮！让我来结束这场战斗吧！我逮着他了，快来，学长！完了，老姐，他们要强摸呀！场面一度十分混乱，看我乱中取静，临起九九。哎呀，没电了！这人也太多了，老姐你快点打呀！打打了，没瞅我打耳结了吗？你打的是猪，还得看我。哈哈，小黑妹钓钓很开心是吧？我今天带的美女，又强摸。宝贝们，你们都不修电机了吗？眼花缭乱的，九九搁哪儿呢呀？这儿呢，老姐，我抓住九九了啊！这就是正监管的魅力嘛，天天散散，只能一个被电，一个被开枪。我看这次谁也来救？没事没事，我只要再抓住九九一次就赢了。嘿，猪猪没了，九九哪里跑？可以啊，老姐，我精神好了，我来。还想电我？我有金身，来来来，我有金身。哎妈呀，金身结束了，我被开枪了，妈妈呀！我就不信，难道宝贝们一人一把枪？九九在我们的夹击之下反复起立，锻炼身体。老姐，看我的！对呀，学长，出息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哎，没事，老姐，你打猪，我打人，这次肯定赢。学长，赢！